一课的笔记啊，OK，还有纸和笔就好了。我要继续这个 worksheet 上个星期的，前面那个 vernier calipers，vernier calipers 是比较容易的啦。然后我就要复习一下这个第一课，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重要，你需要读什么东西啊，OK。大家准备一下第一课啊！你用课本，你也拿课本出来也是 OK 的，也是可以。哦，恩彤进来了，你给我看一下大家在不在？Hi everybody，你们 video 开一下，打个招呼，在 chat 那边讲一下东西，讲 hello。Yeah，write this down。文君，yes，就是你把它写在，其实把答案写在一边，等下，其实是一个自己的 practice 罢了啦。好，我教了一些题目。等下你们，我会讲啊，可以这几题你们做啊，你就把它写下来罢了咯。OK，Hello everybody，嗨 在吗？OK，我看到很多人了。OK，哦，文君昨天的 message 我还没有 reply 你，我该看到了，等下我再 reply 你。Hi，Hello，我看看有谁在啊？Karin、文君、Christy、嘉贤、春红，Wait a minute 。谁 call 我？等下有人 call 我，他是不是要厉害的？哦，Hello，啊，早安啊，啊，
8点半了，现在我们开始了的，在这个今现在是科学啊，没有，网课我有 send message 给他了的，对，OK，你叫他现在上线咯，他的 message 那边有了的，你叫他现在上线，我有 send message 给他了的。 哎呦，居然不是上有一天了没有？等下我send一下，要讲是给他的哈，不要紧啊。OK，所以网课要录起来就是这样啊。群宏看到群宏啊，恩恒、嘉贤、艾诗、伊根，Hello，其他人呢？在哪里？我看一下啊。诺言，诺言刚进来。要紧，慢慢来啊。维伦，在吗？Steffy，伊文。 哦，英文是因为那有两堂课，你问文君是啊，因为那两堂课你本来没有了嘛，是不是？昨天啊，哈。对。OK，好了，来哈，还有伊登哦，还有一位伊登，有的人可能他们没有进来了哈，因为还在假期还是去了哪里，所以我们有录起来也是好的。OK，everybody，你准备一下你的这个 Chapter 1，等一下我可能会用到了哈，就是我跟你讲哪里重要，我们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因为考试，假期后就要准备考试了，好，我先教完这一个先，唯一我比较，我教第一课的时候，我有跳过的呢，就是这个 readings 的东西啊，这个啊，所以现在我在教了，OK，好，大家来 video 看一下 everybody，我看看啊，我看到 Jenny 还是啥，诺言。 OK， 文君，我看到了 ，Christy， 凯因，艾，OK，Hi everybody，OK， 恩恒，好啊，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一个你会看嘛？所以如果是 Vernier Calipers 啊，随时要开声音讲话都可以啊，大家 OK，Vernier 或者是你开给我也是可以 ，Caliper 在学校有用吗？那天伟伦讲在学校有用的是那个 micrometer 那个 screw gauge 对不对？这个嘞，这个有用吗？它长这样了。 没有啊 ，no 啊，呵呵，很难学校有用嘛？这个老师有给你们哇？你看很贵的嘞，正好出价钱给我嘞哈。OK 啦，这些是电子的啦，你看到啊？现在其实哦，很多是电子的，呵呵，不用自己读到这样辛苦。Digital 的 ，digital caliber measurements，Kaki Retort 也是还没有啊？哎呦，是哦。OK， 就算不是 digital 的也很贵耶，哇，这个是 Pro， 哇，不过。 是 OK 啦，这个啦，可能200多块耶 ，OK 还蛮贵的，哦，所以这个是 Vernier Calipers 啦，哦，它拿来，这一个你看它可以这样量哦，量那个钱币的大小，它可以量到很仔细，对吗？很 accurate， 我们讲 OK， 很精准呐，应该讲，哈 OK， 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读它的 reading 啊？ 所以它的尺呢，放大来看它的尺是这样的，它画出来，OK， 所以我们先注意看啊，有一个叫 Scala Utama Main Scale， 上面这一排啊，就是叫 Scala Utama， 它英文就写了啦，它在这边呢，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的啦，我只是讲一讲罢了，OK， Main Scale 就是 Scala Utama， 下面这个小的呢 ，Vernier Scale 就是 Scala Vernier 咯，小的。 所以我们先读哪一个啊？当然是先读乌达曼啦，哈！现在是怎样读来 ？OK， 我们看这个字啊，大家可以一起看这个字就好了。我这个字你们没有的，没有，我没有 print 出来的，只是上个星期我们就现场找了，然后就因为很多练习，就想要做就做，哦，因为很适合我们现在学这个readings，OK， 所以。 首先，我们看这个怎样看呢？够大嘛？网课的应该会算比较容易看哈，因为我知道在现场比较难看的这个够大啊 ，OK 啊 ，OK。 所以现在想象他们没有 zero error 啊，没有 zero error，OK？Tiada ralat sifa， 就是讲这个机器呢是很好的，刚刚买回来的，没有问题
在他开始量之前呢，他的零是对准这个零的，所以他没有问题，很好 ，OK， 没有 zero error。所以你一读到就已经是 actual reading 了啊，已经是 bacaan sebenarnya 了。OK， 我给你看那个字罢了啊，大家你就这样写罢了啦，写 1A 什么答案，然后 B 什么答案就好了啦 ，OK， 写在一边啊。好，所以先看这个，这个是零点几啊？其实我们是要看零对着哪里，对吗？啊，一顿一进来哦 ，OK， 零点啊，所以这个是点一，这个是点二，对吗？这个是点三啊，可是呢，我们的这个零对准哪里？我再放细一点点啊，你看这样上来啊，它到三了吗？到三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到三哦，所以我们就拿前面那个 0.2， 就好像啊，两点到三点之间，两点十个字还是两点，对不对？你明白哦？两点十一个字了啊，55分还是两点。还没有到三，我们不要拿三先啊 ，OK 啊，所以零点二，我们就讲零点二先 ，OK， 这个是 cm 来的 ，vernier caliper 是 cm， 看到下面现在可以看下面了，我换个 color 啊 ，OK， 哪一个对得准啊？零一就是看哪一个线对到上面，对到准准就是了，看到这个吗？你看到可以这样上去的吗？芝芝，好 ，everybody， 看到吗？啊，尤其是 Aisha。还有谁啊？啊，我那边还有谁？恩晴还没进来啊？恩恒啊，恩恒，你给我点 response 啊，在 chat 那边啊，这样啊，可以吧？很准哦。所以就讲是这条线呢，这条线啊，我们就看这条线是几多咯，这里是零到十，很明显的啦。我十退回来，不要容易算，这是九，这个是八来的，就这样 ，cm，OK。Okay?大家可以啊，有什么有问题的啊，直接讲啊，或者是 type 也是可以啊，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叫什么 private 的 response 啊 ，direct message 我也是可以。我知道有的他们没有什么要，不过你们已经很习惯了的啦。OK， 所以 0.28 cm 啊，第一题 A， OK， 0.28， 所以你 try 一下啊 ，Let's go 是怎样就可以 start 做了的。OK B 啊，多一题啦，多一题啊 ，maybe。有的他们真的是还没有学到的，伟伦你可以回应一下吗？伟伦怎样如何呢 ？Can be 啊，首先看这边啊，你看他这个对准哪里先 ？OK， 零点这个是一罢了啊，所以他你不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OK， 零点一点二点三点四点五点六，这是点五了，这是点六，所以我们当然是拿点五了，是吗？因为他还没有到点六，零点五啊 ，OK。我在用蓝色，用 color 很好啊。网课的好处就这样，很多 color 可以用，又容易指了。哪一个指得上去啊？哈，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很接近这个。大家，这个就是难的地方了。OK， 还有吗？给我答案。这个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我跟你讲，你看清楚哪一个是比较标准的，你也可以画我的 screen 啊。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有笔在那边做比较的 ，OK？ 到底是七还是八还是九？哎，恩恒，你要不要 try 一下？伊文、Steffi 啊，诺言，这一个到底是哪一个 ？OK？ 七还是八还是九啊 ？OK， 我看到 Christy 了，还有哪一个 ？OK？ 啊，你可以，大家你们反正你们用的笔哦，可能会是不一样 color 的，你们可以画我的字的。等一下啊 ，OK， 很厉害一下啊，你们啊，不错啊，是七还是啊？是七哦 ，OK， 我讲一个有时啊考试会遇到的一个难度，你会看到这三条线啊都很接近，对吗 ？Maybe 你看到两条线很接近，这两条，对不对？你试下找最接近的三条线，一定是中间那个。最接近的三条线啊，然后还一定是中间那个，因为有时会触到很难看了，真的是很难看了，它太接近，因为真正来讲这个是很小的东西来的，真正来讲嘛 ，OK， 所以我们对比为好像三条线都对得准这样，如果你找到三条都感觉好像对得准哦，一定是中间那个了，这是一个 tips 来的 ，OK， yeah，
你可以用 ruler 啊还是怎样啊，对准啊，最准的肯定是中间那个。如果你找到三条你觉得是，所以不要一看哦你就拿答案了啊，好像这样哦，我这样顺着去看啊、哦、我会算一二三四五六，哦六好像很准啊，六错了啊，其实你再看下一个准吗，哇好像更准了，再看下一个啊有一点点不准了，对啊是起来的 0.57cm 啊。伟伦如何？春红，春红不要按电话啊OK 啊 0.57cm 啊，这个是答案了啊 OK 恩恒有什么问题吗？ Message 我啊、OK 来大家可以 try 一下，我可以放小一点点嘛 CDE 三 T 吧，哇这个 D 有点小难，等一下嗯，个小 D 你们也可以看不到、哦、你可以在 Google Classroom 打开它，那这边呢、啊，这个 micrometer 你就可以看到更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家嘛，你可以看到更大的。OK， 两个两个啦 ，CD 来给我答案。卡因啊 ，Try 啊，回答啊 ，Ginny 啊 ，Ginny 在吗？给我 CD 的答案啊 ，Ish， 你们不确定可以 direct message 我的，一根你 try 啊。伟伦，喂 ，video 啊，全部不见了了哈！一灯来，一灯一，在吗？啊，没有没有，我没有在催你们给我答案，我只在看那 video 全部怎么去了那里哈。你们在放假的什么、啊、心情是吗？我给你们五分钟啊，去我准备一下开 video。你要化妆的去化妆，要梳头发的去梳头发啊。是不是去哪里 ？What do we do？ 如果还在 zero 啊 ，0.0 咯，前面就是 0.0。所以这个 donkey 哦，好像在读着 zero error 这样的 donkey， 哦。OK， 我看到你讲什么了，文娟，等一下、啊，哎，我看一下啊。对咯，这样 point 什么 zero 咯，嗯 ，I think 它是对准了，对。What？ 你在讲？就是 point 什么 zero 这样、嗯、如果很多条对准，看最后一条。啊，对 ，OK。OK， 基本上是这样的，也不是讲看最后条啊，它就是点零就对了，它就是点零 ，OK 啊。CD 也是很 special， 其实前面的题目全部，它每一题它都有点特别 ，OK 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看 ，OK 这个啊，对，首先是这一个哈，所以它是0.9是吗？点九啊，它就是点九好了，说零点，哎，等下我的笔0.9。因为它对准这一个、哦、对吗？然后如果很多那谁问的是哎很多条对准是看最后一个吗？怎么说呢？就是哦，也不是讲最后一个还是第一个，你会看到哎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好像都对很准这样哈、哦，基本上就讲哎它已经对准了，它已经对准了，它就是0.9。我看哪、啊，等下、啊，99啊，没有哎、欸，它没有准，它没有对到九。OK， 如果是0.99，或者是我们这样想象啊，如果是0.99啊，这个零不会在这边，而是在这边，它对到这边来的。如果是0.99 ，that means 你的零会出现在这边，这个会出现在这边，对吗？啊 ，OK， 可以只写0.9cm 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 ，OK。如果我们在读这 vernier caliper 啦哈，它确实、哦、有的、它确实是要两个位数的，所以你就写0.90。大家要注意啊，这一个啊，哎，等下我的笔有点卡，我的笔，哈，啊，其实哈、哦，这一个下面是有答案的啦 ，OK， 我翻一下啊，这个是第一的 C。
因为过后呢，你们如果你们还有 print 出来是怎样，我会 print 出来给你啦，啊，你就知道，哎，后面有 reading 的，我会直接 print 有答案的给你，所以你可以自己再重做也是可以 ，OK？ 你注意啊 ，vernier caliper 的 reading 还有这个 micrometer screw gauge 啊，下面这一个啦 ，OK？ 全部是两个位数的，对不对？我们写回两个位数给他，科学对于这一个小数点也是有点要求的，科学 的这些 reading。OK， 全部写两个位数给他，后面是零，我们就给多一个零。这个注意啊，所有问问题的人，如果你没有在听的话，可能你会漏掉了。科学啊，有时候我们拿回来，哎，那个分数啊，以前拿是这样的啦。哎，我们明明写对啊，怎么被扣分？就是因为小数点少了。OK， 所以全部两个位数。OK，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东西。OK 啊。你偷看答案也不要紧了，也不是偷看不偷看了，我们纯粹是在也看清楚，看多一点题目罢了啊。OK， 大家你坐下啊，东基跟怡贤，我接个电话。OK， 大家你等一下下，我要看点东西。你们可以在 Google Classroom 打开先啊 ，OK。什么？你的名字？你姓什么了啊？Loy 啊，我没有看到你在里面的，你还没有进到 Google Classroom。讲啊。Lisa 是谁啊？不是 ，L 哦，我看到了啊！这样你有在 Google Classroom 里面吗？你进科学班，科学班，啊？啊，科学就是那个 Form One 科学是不是？你进了，然后你按那个 Launch Meeting， 下面有两个笔记嘛，你按那个 Launch Meeting Zoom 就可以了。不要用那个 meeting ID 跟 passcode， 按那个 launch meeting 那个按钮。等下啊。OK 啊，大家啊，我看到大家的答案好像是一样的，该你们 type 给我的答案。等下我看我还要谁的答案啊？OK， 啊，恩彤，哎，不是，叫错，恩恩，给我你的答案，叫错了，你的答案啊，不会什么可以给我讲？你等下啊 ，sorry 啊，我的鼻子有问题啊，所以我要这样调一下啊。啊，不会可以直接讲的，不要紧的啊。OK， 还有谁有什么问题讲？哎，我还不是很会讲一声啊。OK， 啊，这个是零点多的，对，而且它在零跟零点一之间呢，所以我们先写零点零啦。OK， 接着哪一条线对得准啊？哪一条线对得准啊？就这个，是哦，是这个、哦、三最准的三条线的中间，所以是19877。对了，这个是零点零七。cm， 大家注意写 cm， OK， 啊。
OK 啊，对啊，0.07 cm 啊，很好。OK， 再往下看。OK， 这个一呢？一是多少？看一下啊。OK， 我有看到有些人的答案了，哎，差了一，有点不一样这样的。啊啊，我看一下啊，还有谁啊？伟伦。OK， 好，来啊，我用红色啊，来开始先。说这里是一点多了咯，你看到吗？啊，这个开始是比较大的了。OK， 一点多，这里是九跟二，一点九跟二点零嘞，肯定是一点九了。我们拿一点九啊。OK， 后面那个就是你加上去在后面罢了。说哪一个对的准呢？哈，不是零了啊，不是零啊，看到吗？零啊，一啊，二啊，三啊，四五六七八九十，哪一个准？一点九多 ，OK 啊，我画一下，试一下，我用细一点的笔，九，十九八，哪一个准呢？你要不要画一下我的纸？你可以用我的纸来画，九九九，这个我们就要用那个，是啊，这个哈，我们就要用那个我讲的 tips 哦，你找三条线啊，都如果有的话，也是哦，如果是靠边边，好像没有哦。你找最中间那个，我看一下，是九歪的哦，是九歪的，确实啊、因为哦，这个也是好像很准，这个好像也是准啊，这个肯定不准了，对不对？中间那个线来的，一定，所以是九歪的，一点九九 cm， 你看得到吗？我所谓的那个 tips 啊，哈，如果有，那就是它有歪一点点的，好像那个哪一个七啊，还是六？八哦，对，那个八有歪一点点，就感觉好像不懂是不是那种，对不对？这个也是啊，感觉好像不懂是不是这样。这样的话、啊、就是中间那个了啊。有时就是你感觉好像还有一点不。拿那个尺量啊。啊，可以拿尺啊，拿尺啊，可以的，可以的。对准啊。对准哈、啊，你一定要找到感觉最对的那个，真的。哦、考试啊，我们要找到感觉最最准那一个，因为真的很接近的。这个还放到这样大嘞，有时啊很小的，考试的时候有时很小的，很小，全部挤一团这样看 哦, 哦，那个 printing， 嗯，他就没有办法了，他还会 make sure 你看得到，只是他确实会很小一下的，他还会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真的如果啦还印到不好，你就跟老师讲了，你讲老师我看不到哦，没办法哦，有时会的。 OK 啊，我们再看啊，所以 F 跟 G 啊， F 跟 G 啊，我看到了分清。 OK 啊，我们这个纸没有的，你准备第一课的那个科学。 OK， 这个纸哦是额外的啊，我啊，你写在纸上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教讲看啊。 OK， F 跟 G 可以 type 答案给我啊。 OK， N 横怎样？Karina、Christy 哦 ，Christy 有一直在回答的，燕强、Eden Lin 啊，一看改你看对一半了，是不是？再来呀、啊，我们再 try 呀、啊，所以你前面会看了就已经很好了，后面的很容易哦。给啊 ，FG 大家 try 一下 ，OK。你们再给我的是F 的答案 ，F 还是 G 啊？啊 ，OK，OK，OK， 嗯 ，F 跟 G 的答案 ，OK， 很，我看到大家的答案很像了 ，OK，OK，、okay? okay, 我们 try 啊，所以从这里开始看，看这个零对准哪里？一点五的后面哦，说这个是点五，这是点六啊，所以我们拿一点五啦，一点五，给蓝色，下面那个。所以我们看现在它对准哪里？零哎不，这个零一二三，哎，四五三四五六七八 ，OK， 哪里啊？到底一点五几？一二三，对了，是三来的，这个是最准的哦，所以是一。三啊，
1.53 cm。 对了，很好，大家，这个好像大家都对啊。只是 G 好像有不一样的答案这样的，怎么 G 很多人不一样的答案呢、啊？我们看一下 G 啊，所、以这是1.53了，恩清你就这样写就好了 ，OK？ 写 E， 这是第一题啊 ，EF， 然后1.53啊，过后我会拼给你们的这个 ，OK？G 很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答案， 1.53 cm 啊，我们来看 G 啊，现在，我开两题氧气给你，好了的人可以看，可以看下面，一点 ，OK， 1.1啦，肯定是哈。因为这个零堆到 1.1 的后面，这个点一啊，点二点三，所以 1.1 啊，恩晴你 try 啊，这个很容易的，你会啊，就明年没有这样难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这个是二嘛，这 1.1 1.2 1.3 啊，零在这边就是在点一的后面，我们用零来 对它做标准了，所以就拿 1.1 咯，哦，还没有到点二，不要拿点二，先拿点一，1.1 啊，接着看下面这个表了啊，现在。哪一条线对准准上面对到很准很准直直这样的几乎啊点几？这是一、二、二五、明年二五、四、五、六、七。OK， 这一段看了已经很不一样了，是吗？是五吗？一、二、三，我看到的是这条很接近，感觉上啦哦。等一下，我查一下下，这条好像也很近，这条没有近啊，哪一个？就要选一个了，确实是五来的哦，是这条哦，所以一二三四五啊，是五来的哦。我知道错的是错什么问题哦，因为我看一下啊，对了 ，I 啊，因为有的人看到二五是一五来的，是不是啊？我觉得错写到25的人是一点点小粗心罢了啦，不是什么大问题。知道为什么不是25而是15哦，看这边哦。OK 啊。啊 ,OK,1.15 啊，很好。OK, 我们再来 try 啊。等一下啊，这个 HIJ。我看现在有几个先 ,HIJ 啊，等下有 zero error 的，来最后三题哦。我 try 开小一点点了 ，OK， 很难看，大一点了，就这样。Of course， 你要开大一点，然后用 Google Classroom 也是可以。HIJ， 你可以开出来三个，要自己看了，真的，每一题可能有点点小不一样。等一下啊 ，Sorry 啊，不要做这三个，不要做这三个。啊，因为哈，这个是另外的 vernacular caliber， 这个不是我们，我怕弄乱你，这个不是我们的啊 syllabus， 对，看到吗？啊，对，所以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OK， 我们不要做这个 HIJ 啊，来，因为啊呀，你有看到它的 scale 有点不一样吗？然后这个是零、十、二、十、三、十的啊，其实 vernacular caliber 是刚才哦。啊，对呀、啊，你看刚才我这样打开来了 ，vernier caliper， 它就有很多种，对吗？你看到它有讲，而且它有给，哎呦，我按到什么？它有给多少 mm 啊？什么啊 ？150mm 啊 ，300mm， 200， 哇，什么不一样 ？Then 它0.0005啊 ，OK， 所以哦，其实它有很多种类的 ，OK，Then、okay? 我们在学的是最基本的啊，它最小可以量到多少是有的嘞。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学这样难的 vernier caliper 啦，这样的话 vernier caliper 在我们的这个讲我们 syllabus 里面，它跟 microscrewmeter micrometer screw gauge 有什么差呢？没有差了哦。现在我们所学习到的最基本的啦，它的差别就是这个 vernier caliper 我们算出来啊是两个小数点 cm， micrometer screw gauge、哦、是两个小数点，但是它是mm 啊，所以我们不要弄乱自己先 ，OK？ 所以这个不要啊，这个 HIJ 不要管它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 zero error 的啊 ，OK？ 或者是这样，我顺便呢，反正讲到这里了啊，我要讲一下你的课本，大家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课本，有一点点东西你要注意的，还是笔记有，等下啊，我看一下啊，
这个我不记得笔记有没有，可能没有。OK， 一定没有。我开一下课本啊。你可以开一下课本的，有关系到这个的这一页。Chapter 1， 我看一下在第几面啊。这个、哦、有 remove 的同 学生在的话 ，remove 也是有的、啊、这个这一课关于测量啊什么啊，所以你看一下有没有，他有没有到这样深，我就不确定啦。OK， 有没有讲几深啊？都会学到的。嗯 ，accuracy、consistency、sensitivity。嗯。等一下，有一个他会问的东西，我一定要跟你讲。我找一下他在哪里啊？这个 ，OK， 这个他已经放了红色了。来，大家，你找到这一页，这一页是第几面？来，22面。大家，你看你的课本啊，22面哦，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写在笔记那边，写在我们的笔记纸。如果你读的是笔记纸啊 ，OK， 嗯。我要怎样呢、啊哦、我要 highlight OK， 这个 Vernier caliper 可以量到的是 0.01 cm， 他会问你啊 smallest division 或者是他的 sensitivity， 知道吗？他的 accuracy 他有多么的精准呢？他问我们你就 讲 0.01 cm， 他问你这个东西最小可以量到多少，讲咯。OK， 尺啊是 0.1 cm 罢了，看到吗？如果是尺，它可以量到一个小数点罢了。0.1 cm 就是 1mm 哦。啊，这个 vernier caliper 我写 VC 啊，它可以量到最小的单位是两个位数的 cm， 或我们写 0.1mm 一个位数的 mm， 看到吗 ？OK， 啊，比较一下、啊、大家，我们比较一下，我不要擦掉先啊。现在我们看啊。Micrometer screw gauge 怎样 ？Micrometer screw gauge 多一个小数点，看到吗？你可以把它三个、哦、写起来，就是写在一起啊。Then 你可以容易做比较。Okay， micrometer 我就这样写了啊 ，screw gauge 0.001 cm 或0.01 mm。所以我们一直在学的 reading 啊，我们看两个位罢了，是用这个。就是怎样去把它看出来，还有这个啊 ，micrometer screw gauge 啊，我们用这个啊啊，也是样，也是两个小数点，但是写成 mm 咯，对吗？上次我们学的啊，也是两个小数点，但是写 mm。那个 vernier caliper 两个小数点吧，我们写 cm。大家，你可以把这三个东西哈、哦、写在笔记任何一个地方啊 ，maybe 你写在这一面呢、啊，看到吗？因为这个我 skip 过了，我跳过了的，看得到没有哈？位置、啊、我写整齐一点给你看啊 ，OK， 把它写下来啊。说如果是一个尺，哎，这个是 vernier caliper， 这个是 micrometer screw gauge， 它能够量到的。哎，大家现在时间少过一分钟了 ，OK， 就是现在是等下还会跳啊，恩情注意啊，等下它时间会跳了 ，OK， 你去做一做 micrometer 哈、哦。你们大家其实学校已经学了，去 try 一下这个 zero error 先，回来哦，等下9:20我们见啦、啊、你可以站起来上厕所、哦，什么也是可以。zero error 要记得啊，有加或减的哈 ，OK， 你要填加还是减啊？啊，如果它在零以后就是加的 zero error， 如果是零之前就是减的 zero error， 你去 try 先，我们9:20见 ，OK， 好像这一个啊。这个是在零的后面，这里是加，这里是减啊，它在它后面啊是加了。零点几呢？零点零多的多数 ，OK， 零点零，对的准的那个就是了咯。OK， 这个啊，一二三，零点零三，写加零点零三 cm 就是这样。